那服务员，你这杯子都不干净啊？怎么不干净了？干净的杯子应该是既不聚成水滴，也不冲入流下。我打赌99.9%的人都没有见过真正干净的玻璃。这是一块不小心沾上油污的玻璃，水落在上面形成一颗颗大水滴，顽固地趴着难以滚落。这就是聚成水滴。再多泼一点水，水似乎只沿着一些特定的轨迹流下，形成了一道道的水流，这就是成骨流下。原来脏这个字说的有文化一点，真就是聚成水滴，成骨流下。这个培养皿肉眼看着挺干净的，但我们浇点水，上面还是很容易聚成一颗颗水滴。当水在里面滑落时，也容易聚成一股，而不会铺成一滩。这说明它其实还不够干净。我打赌99.9%的人都没有见过真正干净的玻璃。下面请欣赏我暴力清洗3小时后的成果。水浇在玻璃表面，当场丝滑的铺展，薄薄的水膜均匀而柔软。把玻璃竖起来，水膜依然能在玻璃表面保持完整，你几乎看不到一股一股的水在往下流，它仿佛是一张膜在往下流淌，玻璃表面也没有水滴挂壁。对比着看，区别相当明显。这就是既不聚成水滴，也不成骨流下，没点知识累积学化学就会头大。那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玻璃表面有很多硅羟基，非常亲水，水在干净的玻璃上就会自动铺成一滩，而不会聚成一坨。但如果玻璃表面沾了什么脏东西，比如油污啦、颜料啦、师兄留下的不明物质残渣啦，它们基本都比玻璃要疏水，水在上面就会聚成小水珠。一般人很难用瞪眼法测出玻璃的亲水性，那观察玻璃上的水就是判断玻璃是否干净最方便的工具啦。如果你正面描述干净的玻璃，应该是玻璃上的水会均匀地铺展成薄薄的水膜，但这种状态很微妙，所以我觉得教材编者们就反向描述成既不聚成水滴，也不成骨流下，朗朗上口，还适合出成2分的填空题。哎，这就是干净了。在我读了化工博士之后，整天洗瓶子，用去离子水洗，用乙醇丙酮洗，用硝酸铬酸洗，我还见过打一楼用氢氟酸洗啊。一句既不聚成水滴，也不成骨流下，成了无数化学科研人的日夜追求。哎，你算什么的？你还叠不叠钱了？你叠叠叠叠